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楼。今天呢，开箱时间。今天呢，就是要开这两盒，就是收到华纳兄弟消费品部的邀请来开这个乐一通礼盒，总共有这两个。我们先看这个好了。首先是这个，这是公仔组，里面呢总共有13个，都是乐一通里面的角色，而且他们。这次都是穿着篮球服，因为他们的怪物骑兵，所以它里面每一个角色都穿着篮球的衣服，超可爱的。其实二四六八十，它上面写13只，十二，对啊，十二只耶。下面好像可以打开。是印章，每个下面都有一个他们人物的印章，很可爱，而且它做的很精美。我会不会把它头扭断？我只想打开印章，打不开。帅弟，这只是什么啊？怎么没有看过啊？这只什么？头上有一只扫帚，它这个公仔都软软的，害我好怕把它们扭断。我们先退下，再来呢，我们要开这一箱。这箱的箱子超可爱的，它的四面都有不同。这边是兔八哥，然后这里是傻大猫，这里是崔弟，这个是 Dobby Dog， 是兔八哥。那它的毛怎么乱窜啊？它的刘海，救命！怎么，它的脸怎么看起来很惊悚啊？长短脚。这是一个兔八哥的吊饰，这衣服可以脱吗？可以耶。兔八哥的耳环看得到吗？超可爱的，我现在立马戴上。然后它的另外一边是一颗小钻石，这是有翠迪脸的项链，是项链吗？还是手链？看一下，他没写，会不会我介绍完全身都是乐一通？这应该是他们的品牌介绍，因为这些都是赞助商跟代理商，也是很感谢他们邀请我。兔八哥的 T 恤，我现在要立马去换吗？可是我看到还有一件这件是翠弟的，但是蓝色还是有点紫，还蛮好看的我要换哪一件啊？翠迪好了，那我就换这件喽。这衣服很宽松，很好穿爱的话，而且它这边还会有一个开叉，然后松松，还蛮好穿的。一组公仔，看他们有没有重复到？有有重复到但是没关系。不嫌多。I like who I am becoming。一打开就看到翠弟的脸，这是翠弟的小钱包，它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拉链，应该是拿来装零钱的。这好令人不解是什么东西啊？它这样小小小小一片，很像是那个戒指的那个大小而已，这该不会是戒指吧？拿不起来啦。上面有一个崔弟的脸，这是戒指吗？戴不进去啊，变这样了。我真的全身都是乐一通的啦。我直接换一套衣服跟大家见面，这套算是比较帅的感觉，一个街头的风格。乐一通设计的口罩有三种花色，这个是兔八哥，然后这个是。Dobby Dog， 这个也是兔八哥，还有崔弟，这个很时髦的感觉，这个颜色。然后呢，总共有20入，就是这样子，总共有20入，然后都是成人的。最后呢是两张交换券，这是怪物，这是怪物骑兵的兑换入场券，然
然后这个呢后面会写就是哪些电影院可以用，然后这是只有买这个礼盒才会送的哦，还不手刀抢起来。怪物骑兵全新时代旋风登场啦，不要忘了超人气 NBA 球星 LeBron James 会跟 乐意透 的角色在电影院与大家见面哦。 OK 啊，业配完毕啊，那影片就是这样子咯，按赞订阅分享会员级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，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